是什么？快打开！傲慢与偏见。对。的什么 ？DVD。有没有享受拆包裹的感觉？并没有。这次多少钱？你先看嘛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狼狼啊！恭喜你这次考完这个人类图的考试了呀！长，在你这个寒窗苦读这一个月里面，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考试之中，对对对，度过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光，对，就是一个人这样度过，真的辛苦了。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度过，所以我也一个人度过，所以我就给自己找了一点事情做。那我就是有就是添购了一些。就是我觉得会对我们生活来说更好的东西啊，这东西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我们今天就要来开箱特别的包裹，有我的吗？你有帮我准备我的吗？哦，专属我的，也需要哦。嗯，那我可能有点期待，就喜欢惊喜。如果你买的东西里面有特别给我的，有，算是有，我觉得那我就会很开心。那你要把那些道具弄过来，那我就做的就好。不要你自己拿，那包裹超多的，有一整箱哎，你好意思吗？惊讶，我不过读书准备考试一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情，这个考试要是比较久，是两个月怎么办？有一点可怕耶。这些包裹你看排得多高啊？直接开箱，话不多说，给他们看我干了什么好事。队长，队长。这啥？讲真的啦，给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GoPro， 就是要放在车上的手臂啊，这样子我就在车上就可以录东西啊。你看我买的东西是都跟我们工作有关，精进我们的拍摄品质，懂吗？你有明白吗？看那个手臂啊，可以这样，很可爱吧？好吧，你好像用一个工作的东西来这样说服我，我好像也被说服了。你不能说什么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我的盘算是非常的完美的。来，我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还有一个包裹还没有到，希望在影片的结尾我可以补给大家看那个包裹。你干嘛那个脸？我把纸箱拆好了。是什么？快打开！傲慢与偏见。对。的什么 ？DVD。我们没有 DVD player 啊。我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以为我买的是电影吗 ？No， 我这么老灵魂的人，我买的是 BBC 出的连续剧六集连续剧的 DVD， 这个真的超好看，超经典。然后这个我已经想买很久很久很久了。Mr. Darcy， 这是我一直很想珍藏的东西。这个多少钱？899，推荐大家去看好不好？推荐推荐。我看到那个有猫狗饲料，我觉得那个算了，猫狗饲料算是合理的东西。你看我还要顾大家吃，因为你太忙了。还好你聪明，自动自发。嗯，除了帮自己觅食之外，帮猫狗觅食。再补一刀。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害怕。是啥？麦克风。有没有享受拆包裹的感觉？并没有。这支多少钱？你先看嘛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？为什么我要买到这支麦克风？我们那里面是电容式，这是电圈式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其实需要多一支麦克风。这个是敲到吧？对，因为我买的是二手的，我很省钱。哦，所以他有说那个是撞到的？他没有特别讲哎，等一下去试试看。他说他很少用，他说他几乎没有用。哎，我买二手的哎，我超省的哎。听说这支很耐哎。很耐摔是不是？是做的。你等一下试试看功能，如果正常的话就没关系。好，这个感觉好像也是一个不能说什么的齁。对啊，对啊，真的是没有抓到你小辫子，很不爽。有啊，有这个傲慢与偏见，摆在那里都觉得文艺浪漫起来了。哎，这一部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我就一直很想看啊。原本国中我妈买那个 VCD， 那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然后后来国中之后，然后我借给别人，他就不见了。杀了那个同学，他害我多花了899。来，继续。你不要这么开心，这个是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紧张。像我这么体贴的老婆，现在已经很少见。你说你平常做家事是不是就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时不时，不管你在做任何家事，我都一直在帮你想说有没有办法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去把它做好，或者是让你更愿意去做那个家事。好，我承认我没有很常拖地，所以这个是 EcoVox 厂商赞助我们的。早拖机器人，那我觉得我可以很开心的。哎，你这样有点太双面了，立刻变脸哎。可是其实我必须说啦，我觉得我们家一直都很需要这种东西。我们家有三个小毛怪，这一位
薛先生，薛先生，他长大之后毛就变长，就是漂亮小公狗这样。漂亮的代价就是他这样抖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毛都是在天上飞耶。因为像几月的那个什么木棉花很浪漫，并没有。我一直都觉得我们需要这台，因为动物毛很轻。怎么？哎，我太用力了，狼太用力了。Hello，Hello。我想要闻新的东西的味道，很漂亮哎、欸！这一台真的很漂亮，还有 camera， 看它眼睛 ，Hello， 整个心情很好，呵呵。它有个 baby 般的肌肤哎，好美哦，很赞哎。D butt， EcoBus， T10，扫拖机器人 ，Plus 扫拖机器人，走。超开心的，我边研究边读说明书，然后边对照它的这些配置，我真的觉得这台真的超赞的。弄了这么久了，你一定想说我到底在干嘛？对啊，迫不及待跟你分享这些东西，真的是非常神奇的。这个集成桶跟垃圾桶，好不管，反正就是一个小基地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它可以让你不脏不沾不脏手。不脏手 ，OK， 两个都是，好，是因为它有这个集成网，它就是这样一个袋子集成，垃圾会丢进来，还透过这个孔丢进来。对，那它怎么样的不脏手呢？就是这样，你把它，它就关起来了，那很赞啊，你就可以整包拿去处理。这边有个卡槽，对准，插进去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拿去丢掉了，先拉起来，好。这样关起来之后，你就自动把它拉起来了，它就会是这样，就可以拿去丢掉。爸爸，这台机器它是这个样子，它其实是有一个盖子的，大的上盖，就是这个盖子超美的啊，整台都很美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最美的一台扫拖地机器人，它还有拖地功能，就是你把这个头盖骨掀起来之后，头盖骨这边有个 QR code， 跟这台机器配对，中间这个你直接给它这样拿起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它的集成盒。那但刚刚那个也是集成，这是丢垃圾，你也可以手动把它倒掉是没有问题的，这边。还有滤网，这个是可以水洗的，整盒都可以水洗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它的这个这一圈是它的红外线侦测，眼睛镜头在下面，然后还有轮子，这边有开关跟 WiFi 配对，就很简单，这个就这样把它盖好就好了。然后它的前面是装脚脚，脚脚，扫地的脚脚，它有对颜色，绿色对绿色，红色对红色。它的后面啊，我把它拆下，它屁股的两颗，这个。是香氛的，你可以放这个香氛，它就会香香的。边工作的时候边散播香味，就是边工作边放边喷香氛。这个是就是它拖地水箱啦，它下面有拖把布，还给它弄了一个这个叫免洗拖布。你如果懒得洗的话，你就是贴一层这个，直接撕起来丢掉，就当耗材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注水孔，从这个口里面加水。我们没有用过扫地机器人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。对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它在扫了吗？它在返回充电，它要先韧体更新，然后再来扫地。以后不用自己扫了。OK， 一口，开始扫地。呀，哇，加回去，加回去，加回去。不要，让他扫。我在。那我怎么加回去啊 ？OK， 一口。我在。回去充电。他迷路了，你这个小可怜。你知道他在建立我们家的地图？但是你现在叫他停了，他已经显示说地图不完整，然后他要先乖乖的回家，因为你叫他回家。那我看他会不会回家嘛？他倒车入库 ，I like it so much， 倒车入库成功 ，Oh my god！ 既然他都被你叫回来了，我就顺便让他清空灰尘，把它打开，按下去。哇哦，他好会自己工作，你很独立耶。他这边呢、啊，吸力、泼水的水量都可以用 app。好赞哦！而且因为它有镜头嘛，它可以把你家的空间都规划完。但因为我们还没有让它完善我们家的空间，所以我要让它再继续工作，清洁，继续叫它出来工作，继续工作，辛苦你了。我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就是喜欢你，任劳任怨，累了就充电，充完电就工作，出发吧，去吧，拜拜。我呢，现在要用 app 来控制它扫家里的哪个区域。你要叫它扫哪里啊？我叫它扫那里啊。OK， 我就要按开始了。你会过来吗 ？See， 是不是如同我所说的？啊，你好聪明啊！我是不是叫他来这一区扫 ？OK， 万岁，过来。
OK， Eco， 我在回去充电。哎，我到底养狗干啥？不知道哎。你就是脏乱的制造者，而他家里清洁的守护者。哼。在他工作的期间，我就是看他勾勒我们家的地图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他吸力稍微强一点，哦，声音变大声。你想试试看超强的音量吗？好，我们试试看超强的音量，有听到吗？对，我觉得标准就够了。哎，那标准，我们回去标准。标准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音量，安安静静的扫他的地，然后我就也可以享受很安静的下午茶时光。对啊，跳下去了，我跟你讲，下面超脏，真的是麻烦你了哎。而且你知道它支援两种，就是启动模式。如果我今天我起床，我看到东西很脏，可是我不想用手机的时候，我可以用语音启动它。嗯。然后今天我人在外面，我还没回家，先用手机来决定它，叫它扫一波。对，叫它先扫。因为它勾勒出我家地图之后，我还可以分区说，哦，你先去扫客厅这一区，它就可以出动。嗯，这台真的很棒啊！等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拖地，我觉得这个也很赞。我真的觉得它好棒，它是好室友哎，好室友形容真的很赞。你看，好可怕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让它倒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它倒完怎么样。好。哎呦，没有哎，卡宴 ，why？我翻了说明书，我才发现它有两个集成盒。这个这边有个小门的，是给它用的。有小门的才可以进到基地去集成，这样。这个就是手动的，从这边开。就我要做一个很恶心的实验。这边没有小门，这个没有小门，这个有小门。因为有小门的呢，才能到这里把它吸上去，到这里。吸吧。What？有看到吗？好帅哦！他好厉害哦！你被震惊到了吧？嗯。那我们家这些毛怪实在太可怕了，所以我先让他扫过一轮，大致干净。我接下来来加入我的拖地了。它这个设计就是前面扫，后面拖，然后集成盒在中间，所以不妨碍这一切的运行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情喽。这个我已经贴好了，望镜男。OK， Eco， 开始工作。啊！我看到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有。他走过的地方摸起来很舒服哎，真的假的？有你真好，天哪！那块布是原本的，我觉得可以拆下来清洗。嗯、这个是抛弃式，换上去。OK， 一口工作吧，吃啦，好赞哦！在你忙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立下了一个大功呢？真的，我觉得这台真的很棒。我也看了一下价格，大概20000上下，我觉得是很值得。第一个就是我就是觉得它的声音很小声，我先给赞。第二个是我觉得它有人性，就是它有一种会让你觉得很贴心、很独立，你会一直觉得说它不抵触到你很多爆炸的点。它不是只是一个机器，它知道，它有办法判断什么该弄、什么不该弄，跟它完全是对比。对啊，我以后不要你了，我要 EcoBus 的 Diva T10 Plus 的机器，我不要你了。OK， 万岁。我一开始还觉得它名字很长，但我后来发现我喜欢它之后。你就记起他的名字，真的是很赞，诚心推荐给大家，你们真的可以试试，你们一定会爱上，就跟我一样。而且它回避的功能是蛮强的。然后我之后想要固定设定它每天什么时候就出来工作 ，App 也可以设定哦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棒，就是你也不用叫它工作。嗯，如果它能够自动自发工作的话，你不觉得更符合人性吗？谢谢，谢谢 EcoBus， 我们会把产品资讯放在下方链接，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点进去参考哦。那我们今天。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，说拜拜，说拜拜。Nope。你瞧这地板多干净，好干净，发光，在发光。真的，好感动，是你让我们拥有了这样子的家。是你，就是你 ，Love you，Love you。